有一句话说，价值决定价格，价格显示价值，其实两者不可等量齐观。巴菲特说，价值是别人给的，价值是自己给的。好比员工的薪水是老板给的，但是个人的生命价值却是自己决定的。孟子说过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鸡兮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，最可贵的情操就是在于懂得克制私欲，除了利己，也能利他。一般人常拿有形的资产来论价值，其实是不正确的。我选择穿包子背的笔法来表现"价值"这两个字，舍弃了凝重的本质，营造一种疏朗而略带轻快的笔致，追求的就是那种内心的真率跟意趣。